能切肉的擦丝器你见过吗？顾明家是真能研究，把切丝器和沥水篮结合在了一起，切完菜直接沥水，省时间不说，还不会手忙脚乱，而且不管是切片还是切丝都超顺滑，切得比大厨都好。这玩意真的有这么丝滑吗？买了39.9元，倒数一个，咱们先打开看一下。颜值还挺高的嘛，这里面有6个刀头啊，还有个护手器，这个切丝器啊，肉都能切，那我整个甘蔗是不是也能切啊？我去准备一下，你们小心心走一波，咱们直接开测。准备好了，既然要接触尸体呢，老规矩，先来个不锈钢检测液。没变色啊，把刀头装上，先来擦个土豆丝啊。哇、哦，可以啊，很丝滑。咱们用一下这个护手器啊，别擦到手了。擦出来的丝很均嘛，再来整个黄瓜丝啊，哇，一样啊，很丝滑。换个刀头啊，来个胡萝卜片，这个片切出来也是很薄的。既然这样的话，把它俩都切了吧。没想到啊，肉跟甘蔗都没问题啊。擦完之后啊，可以直接在这个盒子里面洗菜啊。而且这个擦丝器清洗也比较方便，水一冲就干净了。测完了，家人们，这个擦丝器啊确实好用，值得推荐。